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，5月7号。7站，12:10八小时，12:18燕新港沿的。阿福村镇。哦，17站往前736，阿福村镇站。七，堵在我们这边。关闭车门，准备行。八堵，下一站八堵站。这班是12:48，沿线刚沿的阿法圈的166下车，刚好接这台回家的。啊，12:11卸客完这点。